胃镜检查其实不是很痛苦，对大多数的人来讲都是，很容易接受的。但个别人来讲吧，他可能有一些这个反应，就是有一些恶心的反应。但是经过这个局部麻醉啊，或者用无痛胃镜啊，这个反应都很轻，无痛胃镜完全就没有反应。所以大伙儿就是对这个胃镜，做胃镜有一些这个恐惧这个心理，应该是不必要的。都能承受得了。